是从降剥下来，因为其实这个见证是我的孩子，你们看他的照片，跟他是不是完全不一样？其实他的问题啊，这个蛋白质瘤是在2007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太太他们去内蒙古回来，就发现为什么他会肿，肿了到下午他就又小，又正常回去，慢慢以来。 再多一两个星期，它就一直肿，不会小，越来越重。到了企业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讲为什么是胖了嘛？我讲好像感觉不一样哎，是真的是超重哦。这个是第一次，我们就讲去福隆哥伦比亚去 check 一下，医生确定了讲它是蛋白质瘤式的问题。那时候我们还不了解到底是什么，不过医生有讲。 这个事情来讲呢，你要一定要留院，他坚持要我留院，因为一留院在那边啊，你肯定要花了几十千了。单单这个报告出来验尿都要600块，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想，负担真的是不能。结果我们遇到一个好心的医生，他们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们讲，你倒不如你进石人湾医院，你进我的师父，罗德利。 因为我们全马都是这些问题的小孩啊，都是去找罗德利的。罗德利也是跟我们讲一下，他的问题是专一定要吃类固醇而已，我没有药给你吃，只是靠控制。不过他有很多的老老实实讲，他的副作用会一直胖，眼睛也会一直蒙，只是会。 打网罢了，不会长高的，智力问题、肾脏的问题，全部都是一样会坏。我就听到医生这样讲了过后啊，我们就怕了啊。当时我们就什么都没有想，就想讲，如果是这样，SNE那么好，我们就坚持的讲，第一天一进的时候马上给他吃20粒。不过是在第二天，医生就讲，你的孩子可以回家。 因为通常这一个问题啊，医生一验到啊，你一进院啊，最快都要3个星期才可以出院。不过我的孩子是讲隔天医生 confirm， 他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事情。这些就是医生所提的副作用，在他病发的时候，连下体全部都是肿了，这些就是水分。所以他我们报企业的时候，每一个都想啊，怎么肿到那么离谱？ 这个它整个肿水分，我们只是拿来跟它查，查了下去，短短几个钟头它会消。不过到目前来讲啊，我们已经差不多是有年多以上，医生是 confirm 讲你的内固醇是完全不用再吃的。之前他要去验的时候是每个月，后来变成三个月，现在是讲半年去一次。 讲只是检查看他的问题有没有在复发，还有一样呢，因为他有吃天脂的关系，因为我们都听医生讲了，他的问题讲他不能长高，所以我们也考虑讲天脂偷偷他不吃，我们硬硬逼他去吃，不过现在他天脂也是很喜欢在吃的。他本身哦，第一次20粒，后来吃几粒？后来就是 OK 吃6粒。 后来每天都吃6粒，吃6粒，过大概是过了1个月后，就保持1天吃2粒而已。大家下午。